我觉得我现在很想吃。为什么我们要玩这个游戏？你们看，有没有上散播啊 ？Hello， 大家，我们这次要去 Penang。Oh my god， 你们看 ，Lori 上带载着几头牛哎 ！Oh my god， 第一次看到牛在 Lori 上面，哇、wow. 欸、耶！他们是不是要拿去被偷啊？在给我嗨耶！我们终于要到了，这里是濒危大桥。等一下，如果这里不是濒危大桥，那就好笑了。没有错，这个是濒危大桥，太棒了！我没有讲错，谢谢村姑，濒危大桥都不懂。现在我们到达第一站，要吃这个叫什么？亚龙超贵钓，超贵了！我们哦，这个加大的超贵钓啊，9.8块，这样小哦。是啊，它的虾很大。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去吃蛋挞的地方，燕窝蛋挞。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Armenian Street， 是叫 Armenian Street 吗？ Armenian 随便啦、啊。然后我们 NIAN， 然后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我没有带到雨伞，很晒，比 KL 还要晒。你们看这个蛋挞一刀要9块。跟那个镜头讲话，这也是这里的人。还有他平时笑就好像 kick 呆的。还讲什么？讲完了。我讲，一个蛋挞9块。哦，这个一个。哈哈哈哈哈！先要来去看他的桂花糕，燕窝。我又没有年近十岁，感觉自己的皮肤瞬间多一多。咬啊！用咬了，怎么要这样子问？因为我们死了。我觉得其实这间可以不用吃，它的蛋挞是好吃的，可是不是因为它燕窝的关系，是因为它蛋挞本来就好吃。下一站我们要去 China House。现在我们来到这一个 China House， 环境是不错啊，然后我看他们的 cake 也是好，感觉很好吃，可是价钱很贵。所以这个是 passion fruit。他们的很酸，这个很酸啊，酸酸，很酸，这个不能。我这一个是 Earl Grey， 很想吃那个 Earl Grey， 看起来很好吃，很好吃。再好来喝看他的 Flat White， 我觉得他名字好像很好听，我就叫了。这个比普通喝的吧 ，Nice。这一个是 menu 上面讲的 pie， 我就是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Mushroom chicken pie， 我不懂，我是今年就跟你 mushroom pie。爽到爽吐了，真的。我跟你们讲过，以前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卖一个 chicken pie， 是我们学校最好吃的一个 chicken pie， 完全是很贵的。chicken pie 的味道，真的有味。中学的 chicken pie 才多少钱？那还2.8块啊！这个试试。神都沙的朋友，你们可以来吃看他们这个 mushroom chicken pie。很有神都沙的味道，为什么？40块，这样也是啊，可是 OK 咯。这样如果你们没有钱的话，就不要来。你要被打。Oh my god， 我要被人骂哦。真的，这里东西真的很贵，我觉得好过就是龙客铺。跟随 Alicia 的脚步。哎，这个就是那个，是啊，不懂吗？你刚刚经过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我。这里是我们这次在槟城要住的地方，就是上面是可以睡2个人，下面是可以睡1个人，全程镜，有个沙发，这里就是楼梯可以上去的啦。哇，很恐怖哎，我怕我会掉下去。从楼上看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哎，这里很危险呢，我会不会掉下去？厕所就是这个样子，
简单。两天晚上一人100块，我觉得还不错啊。Hello， 大家，今天是第二天早上，是我们住的地方有提供早餐，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就是我们的早餐，一人一份，我觉得超大份的。这个是咖啡，这个是茶。如果你要三合一的话，这里还可以冲，还有 sugar and cream。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去 escape bus。很多年前中学毕业旅行，我也是来过这里。如果你们有看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 vlog 的话，应该知道我有来过 escape bus。我们刚玩啊 flying fox， 累死。非常可惜的是，今天真的很晒。我很怕，那我脸上擦了两层防晒，然后我的身体是擦了4层，肩膀大变头。哇！各位，这里有危险！我穿长裤看 ，Oh my god， 要通过你的裤子咬你耶！如果来 SK Park 的话，记得带那个 repellent。You are better, the model, you know, model. Wow, yes. You are better. I give you 10 stars. Wow. 你们看我刚玩到手破皮，然后流血。Wow. Oh my god. 但是我觉得难玩。Legs up now, lock it in, lock it in, lock it in. Okay, hands up, hands up. And arch your body, look back, look back. Wow. Wow. Yeah. 我觉得我现在很想吃。为什么我们要玩这个游戏？你们看，有没有上三波啊？真是，我可以放弃了。我们终于上到了。So I can go now. 不要再玩了。Hi teacher. Hi teacher. 因为我看到我都痛，要不要？什么在动？好痛！啊表！幸好今天 SK Park 的人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就是不用排队去玩很多东西。可是我记得哦，我是年前好像是假期的时候来，超多人的。我比较想玩 Flying Fox， 还有那个 Monkey Bar。夕阳很美耶，可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不亏今天的太阳那么晒，夕阳果然是美的。只要那一天特别晒特别猛的话，夕阳一定是很美的，因为没有云。So lately, been wondering who will be there to take my place when I'm gone. 我们来到一个浪漫的一间餐厅吃东西，结果你看他们两个在做什么？其实把灯关掉哦，就是这样浪漫的。你看还有这个烛火，然后跟男朋友你们够了没有？你们到底够了吗？
OK， 各位你们开 flash 来了。跟那里的笑话不一样。这一间餐厅是博拉博拉，然后这里是靠近海边，就是你们可以一边看夕阳一边吃东西。我觉得他们的 cappuccino 不错，好喝，好吃啊。这是什么披萨？Double Double Beef， 我这个是 Aglio Olio， 是我最爱的。如果晚餐可以用手吃吗？那以后我男朋友约我出去吃烛光晚餐，然后那种来街爬啊，然后粉末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用手，他就我搞不熟的那边不得体。Will be there to take my place when I'm gone. You'll need love to light the shadows on your face. If a great wave shall fall and fall upon us all, and between the sand and stone, could you make it on your own? If I could, then I'd